我想表达的一个概念，就是说，初心是非常重要的。你的初心是在这里边一束光，在舞台上没人，你也可以跳民族舞。你这种民族舞是在舞台上是很孤独的，你是享受的音乐，享受舞蹈的灵魂。你在跳民族舞的时候，你再去进入这一行，有很多人就会给你不同的意见、不同的节奏、不同的想法。那些黑色的墨呀，其实就是别人的一些想法。你要知道，你最早你跳舞的目的是什么？你跳舞是为什么？跳舞是为给大家，就给自己快乐，给自己，给大家也是看到一个快乐，去享受一个过程。这世界很酷。